内地新版《鹿鼎记》即将开拍，张一山版韦小宝让粉丝期待。偶然间看见自媒体曝光了内地又要翻拍金庸武侠名著《鹿鼎记》，这本来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了，因为金庸武侠名著已经被翻拍了无数次了，恐怕金庸老爷子自己都记不清。偶然间看见自媒体曝光了内地又要翻拍金庸武侠名著《鹿鼎记》，这本来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了，因为金庸武侠名著已经被翻拍了无数次了，恐怕金庸老爷子自己都记不清。现在内地又要翻拍金庸武侠名著，很多金庸小说迷也是一片哀叹，这是又要毁经典的节奏。只是一看内地新版《鹿鼎记》，韦小宝扮演者，他们从心里又重新多了一份期待。最后张一山作为一名90后男演员，演技一直是得到媒体和观众的认可，在央视电影频道评选的四大新晋演技实力派男演员中，张一山以毫无争议的优势位列其中。这些年首先张一山是自带痞子戏的男演员，这跟黄晓明和韩栋装出来的痞子戏就有着很大区别。其次张一山从家庭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被观众熟知并且喜欢上他，从这部